肯定没有卖的呀，是不是？大狗指定没有卖的呀。啊，看小狗，老大咋样了？老大没事儿，家们给老大检查过了，给俺家老大检查过了，老大一点事儿没有，知道吧？老大是啥事儿呢？我们家老大就是产后脱毛，知道吧？他就是产后脱毛啊，哎，然后呢，在哺就是老大生完孩子之后吧，有点缺钙，其他什么毛病都没有，知道吧？生完孩子之后吧，有点缺钙了，啊，其他的毛病没有。啊，小小可以给新主人了吧？咱还不送呢，没给他们打完第二针疫苗呢，给他们打完再打完一针疫苗呗，是不是？啊，我再给他们打完一针疫苗呢啊！这沙发造的，沙发不要了，家人们，沙发，这沙发全让小狗子拆的，上面是大狗拆的，下面是小狗拆的。啊，这沙发不要了啊！迷糊想买一只小猫，咱小猫，咱俩小猫也那个。也不卖啊，家们，小猫也不卖啊，长得真快。今天给老大做的体检啊，这又谁尿的？啊？今天给老大做的体检，我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子啊。今天给老大做体检，检查的项目是啥？检查的结果是啥？大家伙都特别关心我们家老大掉毛的问题啊。来。欢迎大家伙给大家看一下子啊，今天给老大做的检查，来过来，大家伙都过来看看，来来过来，来小迷糊过来，来看看老大今天检查的结果，石榴来，石榴来给老大检查结果啊，石榴过来，来石榴你不想看看呢，来过来，迷糊迷糊过来，迷糊来，迷糊你过来，唱你歌，迷糊家里是不是有东西啊？迷糊又偷东西是不是？拿来，我看看，偷什么玩意儿了？你偷什么了，迷糊？这是谁尿的？啊！妈气人，真气人！我操，迷糊！我看这什么玩意儿？我看看，真他妈不往人裤衩子吗？明儿，给我看看，操你哥！回来，你疯了？那我内裤，我操！明儿，一顿，我不打你一顿啊！米窝，拿来，拿来，拿来！我刚他妈洗的，刚洗干净的，我刚洗干净的。气人不？你就说多气人吧，这小狗多气人吧！啊！我操你哥的！吐了！彻底咬坏了啊！操你，内裤你也要啊，裤衩你也要啊，你啥不要，裤衩你也要，我服了，气的啥玩意都他妈留不住。
这狗子他妈气人，真的。哎，啥也不说了，真的。哎，内裤也不放好。哎呀，我把那个裤子洗完之后，我就挂在那个哪儿上。哎，这小牛蛋子，啊！过来，我给你们看看啊，家宝啊，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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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流浪几天了。我们家老大检查结果非常正常，老铁们啊，今天给老大做的体检，我给大伙看一下了啊。看家宝啊，整体做的体检，老大铁不缺啊，镁也不缺啊。轻度缺乏钙，老大轻度缺乏有点缺钙，知道吧？锌也不缺，铬也不缺，铅也不缺，啊，哎，铜也不缺，啊，都属于正常值，这样都属于正常值。然后呢，这边有什么呢 ？VA 维生素啊 ，VA， 是咱们 VA 是不是就是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 一、B 二、B 六、B 九、B 十二、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E 这些都不缺，都是正常范围啊，家人们啊，这些都是正常范围啊。你看维生素 A 缺乏，维生素 A 出现眼部疾病、皮肤疾病啊，家人们啊，皮肤有毛病的问题，你看现在上面都有说明是吧？维生素 A 老大也不缺啊，也是正常值啊，老大没事儿。啊，老大现在没事儿。啊，给老大，咱给老大做检查，顶多就是缺点钙，就是老大在生产过程当中，还有哺乳过程当中啊，哺乳期间，然后呢，啊，他有轻度的缺钙的症状啊，所以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就得注意给老大补钙了啊。他这个他身上掉毛啊，就是产后脱毛，啥事儿都没有啊。为啥发黑？发黑是因为晒黑的，啊，家人们，发黑是因为晒黑的啊。对，其他啥病？啥？其他什么毛病没有？啊，我给你看一下子啊，家人们，老大，照一下啊，来，老大照来啊，我看着啊，他就是黑色素沉淀的，知道吧？这个地方是狗挠的，看着吗？红的地方是狗挠的，看着吗？老大起来，看着吗？家人们，他这个地方不黑，看着吗？他这个皮肤里边啊，这里边都不黑，看吗？就这个腿上这块黑啊，身上这块黑。为什么身上这块黑呢，家人们？因为这些地方掉毛掉的，产后掉毛掉的啊，然后经过在外面日晒呀，风吹日晒呀，家人们啊，他就是一个是家人们啊，沾上灰了，再一个就是因为晒黑的，知道吧？因为晒黑的，其他啥事没有啊，其他啥事没有啊。为啥看不到我的评论？我看到了，你不是说为啥黑吗？啊，一点事没有，家人们，奶头也黑，奶头也黑，鼻头也黑，家人们啊，哪个地方它都是黑，它只要是晒着的地方，它都会发黑，知道吧？你看这个地方没晒着的地方啊，家人们，这底下毛里边是不黑的，看着吗？毛里边以及它的大腿内侧，家人们啊，大腿内侧它都是正常的颜色。知道吧，都是正常的颜色啊，所以说老大非常健康，一点事儿没有啊，毛孩不能擦防晒，擦防晒有啥用啊，你擦防晒没有用啊，那东西啊，狗擦防晒是没有用的啊，哪有给狗的擦防晒的，谁没事想给他给狗擦防晒呀，你给他擦完防晒他不洗了，你要不给它洗在身上它不糊挺啊，对不对，你给狗擦防晒的话，你带它出去玩是不是，家人们，你给它擦上防晒，你晚上不得给它洗掉啊，啊，你要不给它洗掉长时间了，它不得啊，是不是得皮肤病啊，对不对，所以老大一点事没有，小迷糊你就在这欠吧啊。到你哥了，竟然把我裤衩都给偷了，是不是？你是真行，你是真行，迷糊，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就想知道你脾气为什么这么大。
我一看着你为什么就想收拾你啊？那裤衩子里边有啥？我想知道。裤衩子里边有鸡肉啊？啊？裤衩子里边有肉啊？你怎么啥玩意都偷呢你？看着吧，你看着吧。你吃了吧，我跟你说，小明，你闭嘴，闭嘴，你闭嘴！我告诉你，你就是欠削，知道吧？你这小狗人都说你多少遍了，你这小狗就欠削。我跟你说，我真要听别人的，打你一顿就好了，明，你能听懂不？能听懂不？啊，我他妈能打你一顿就好了，知道吗？啊？你们跟我有仇啊？你是专门过来？你是专门谁过来霍霍我的，知道吧？啊，你我真的，你指定谁雇你过来霍霍我的？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啊，你也给做绝育后性格变了。我跟你说，小明幸亏给做绝育了，知道吧？幸亏做绝育了。你不给他做绝育，他不得上天呢？不得上天，不得上天呢？你啊？啥玩意都要？哎，不给小明吃苹果，来。咱吃水果啊，不给小牛蛋吃水果啊，家人们啊，给狗子吃水果，不给他吃水果啊。唉，我给老大他们几个吃苹果，吃香蕉来，咱吃香蕉，来，不给小牛蛋子，一个都不给小牛蛋子吃，啊，这能咬你吗？小牛他有那个胆吗？他有那个胆吗？咬我啊？香蕉不给他吃，来分香蕉，我先来一口行不行？啊，来，老大啊，塞吧，红娘，哎，石亮，石亮，啊，啊。香蕉这不给小迷糊吃，给小迷糊不给，不给小迷糊，小迷糊把我内裤给我偷走了，小迷糊偷东西，我能给小迷糊东西吃啊？我给小迷糊东西吃，我不等于奖励他一样吗？啊，是不是？老四，老大，塞吧，虎妞，虎妞来。你看看你，虎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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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不给，错了就错了，该罚就是不给啊！看掉下来了吧，下来，掉下来了，我找，你干啥呢？啊，你干啥？这小迷糊蛋呢？我看这有啥，我看看，我找找，是不是掉里去了？没有啊，这也没有啊，啊？迷糊吃完香蕉一会儿还得拉，一天一拉。
咱们点点亮家嘛啊，咱们点点亮啊。哎，我们吃香蕉了。哎，我们给香蕉吃了。就是不给猕猴蛋子吃。爱谁谁。就是不给小猕猴蛋子吃。老大一块儿。虎妞一块儿。老四一块儿。哎，三文一块儿。嗯，小石榴一块儿。哎，就是没有你的。就是没有小猕猴蛋子的，就是不给他香蕉吃。然后咱们还吃苹果。啊，咱们还吃苹果，看着大苹果好不好？家们，看着大苹果好不好？咱们今天晚上还得发苹果吃。就是不给猕猴蛋子吃，爱谁谁。啊，爱谁谁，就是不给猕猴蛋子吃。不能给吃含钾高的东西，我怕他吃多。含钾多，香蕉里边含钾高吗？家们，香蕉里边，啊，为什么不能吃含钾高的东西啊？我想知道。俺家 seven 很健康。seven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啊，咱们为什么不能吃，不能给吃含钾高的东西呢？家们，嗯，是不是？为什么呢？迷糊眼神开始实施报复了，我让你实施报复，迷糊啊，我让小迷糊实施报复，我就是不给小迷糊蛋子吃。钾多的伤脾胃，没事儿，咱家狗子非常正常，俺家三也没有什么病。哎，狗不能吃糊，把糊给它剃下去。吃苹果吧，吃苹果补充维生素 C 呀。啊，把手机放台子上，我放台子上，你们不就看不见了吗？家们，嗯，吃苹果补充维生素 C， 但是就是没有小猕猴蛋子的份儿。啊，谁说话也不好使，除非猕猴蛋子把我那个三角，把那个啊，除非小迷糊以后再不偷东西了，我告诉你，啊，要不肯定没有猕猴蛋子的份儿，啊，我让小迷糊蛋子瞅着。哎，老四一块儿，老大一块儿 ，seven 一块儿，虎妞一块儿，哎，小迷糊不给你，石榴一个，石榴来，石榴不吃苹果啊，石榴过来，石榴来吃苹果吧，石榴给石榴，这个小石榴一块儿啊，哎呀，这苹果真甜。这个苹果是真甜呐，啊，给三位一个，哎，三位一个，刚才老四吃了啊，你一个，啊，你一个，包子给你一个，你绑个大班子干什么玩意儿在这块儿，啊，给包子一个，包子，你把双手插兜了呢，包子，给你吃这个来，你等我动作一下，来，包子来，给包子一个苹果。啊，
别伤小迷糊粉丝的心。你们知道为什么不给小迷糊吃吗？家人们，你们对不对？你们总说对不对？你们总说我不给小迷糊吃，那为啥呀？那是有原因的。那你告诉我，家人们来，你说来，你告诉我，如果是你家狗，家人们，如果是你家狗的话，这个来。是谁偷的？谁偷的？你告我！操你哥的啊！咱能要吗？你看给咬的，你说这个拆的啊！我他妈我裤衩子从来没穿过这样式的啊！这还能要吗？不要了，我不要了，我要新的棉花，我不要了，凑合穿啊，那玩意能凑合穿呢？啊，是不是？那不得有原因的吗？我能说没有原因我就惩罚小牛，不给小牛吃的吗？啊？对你的裤衩子情有独钟，你不抢不没事吗？他把裤衩叼走了，他已经在嘴里头含了半天了，他已经蹂躏了半天了，他已经咬了好几个窟窿了，你告诉我还能用吗？就不给小迷糊吃啊，一会儿咱们吃完苹果之后咱们给火龙果吃。哎呀，还有火龙果呢今天啊，迷糊蛋子，咱们今天除了苹果还有火龙果，还有香蕉，还有橙子，今天一口小迷糊都没有啊。老大给三一个，福妞来，不是，完了，那我给你告，来，我告起来，起来，我告起来，你干嘛呀？起来，我看，起来。哪儿呢？苹果这儿呢，嗯呢，行啊，这儿呢。哎，不能给小迷糊吃的吧？小迷糊报复心理强。包子，你吃不吃啊？包子，你来一口。包子为啥不吃苹果呢？这苹果多好吃啊！小迷糊捡漏，还想捡个漏啊？还想捡个漏？哎，迷糊来，给你一个了，迷糊来，一二三，嘿，迷糊来，一二三，哎呀，小迷糊想捡漏，小迷糊来，一二三，哎呀，小迷糊给你来，你不想捡漏迷糊来，小迷糊给你的，哎呀，虎妞想捡漏。迷糊，一二三，老大，老大，老大，来来，迷糊，完了，让小迷糊给捡漏了，啊，让小迷糊拿走了，你说吧，小迷糊，
家人们，小明家里头啥都有，真的，苍盘痒痒挠、瓜果梨桃，各式各样的东西，啥玩意都有。所以说啊，你要谁家穷，小明蛋的家里头不带穷的，捡完就跑啊，小明捡完就跑。来，一人一块来，老大，福妞，老大，老大没事了啊，老大没事啊，老大没事，家们啊，今天跟老大做检查，老大啥事都没有啊。哎，咱们吃完苹果吃火龙果，吃完苹果之后咱们吃火龙果啊，一个也不给小迷糊吃。老四，老大，老大吃不吃火龙果？主播手呢？手残疾人，少了一只胳膊，打小这样似的。来，福妞，福妞，来，福妞，你别张，你看看你，你非给他。福妞张嘴来，福妞来，一二三，你看你张不，福妞为什么接不住呢？老四那个，你用来。哎呦，真没想给他，真没想给迷糊，真没想给迷糊啊！我想给 Seven 呢，没想到被小迷糊偷跑了啊！没想到啊，家人们啊！好了，老大吃火龙果吗？老大好像是不吃火龙果，我老大吃没吃啊？小迷糊吃的挺香啊，老大好像没吃，你看不着？来，老大，他好像不吃火龙果，你知道吗？你看，他给吐了，老大好像给吐了，你看，老大不吃火龙果，啊，老大喜欢吃香蕉，不喜欢吃火龙果，啊，给他们吃火龙果，那老大真不吃，啊。给你一个，老四，三个。你看小迷糊，福妞总是接不着，又让小迷糊抢跑了。你看啊，福妞想吃，但是他不敢抢老大的东西。哎，家人们，福妞想吃，但是他不敢抢老大的东西。石榴，石榴不吃，小石榴不吃，石榴也不喜欢吃，石榴是水果他都不吃，苹果、香蕉、香蕉他也不吃。香蕉、苹果，我跟你说，小石头喜欢吃啥啊，家人们？小石头喜欢吃水果沙拉，啊，就是我之前给咱家狗子做那个水果沙拉，啊，就是把水果里面全部各种水果全部都剁成小块，然后呢，哎，家人们，然后呢，上面给它倒上那个，哎，倒上那个酸奶。哎，小石榴蛋他喜欢吃那个东西，
酸甜的。你单给他吃水果他不爱吃，小石榴吧比较挑食。猕猴蛋的不挑，俺这猕猴蛋的不挑，猕猴蛋的是啥都能吃，果然是贵宾。他喜欢吃水果沙拉。再来个香蕉吧，不能吃太多了啊，香蕉不能吃太多了，老大来。人家说吃香蕉吃太多不好，钾太高是不是啊，钾太高吃多了不好啊，咱们再吃一人再咱们再一人再来一口。老大喜欢吃土豆粉没有，家人们现在没有土豆粉，包子也啥也不吃，包子也不喜欢吃。老大来。你看啊，看老，你看看石榴吃不吃啊？石榴香蕉也不吃。来石榴，给你块香蕉吧，吃吧。你看他不吃吧？他不喜欢吃。哎呀，又来看我们家小可爱来了啊！这帮小狗小狗蛋子啊！你看这帮小狗蛋子啊！来，过来来，集合了！来来来，过来集合了。专注笑眯眯的等着吃呢，老大没吃火龙果，那老大一直在守着火龙果呢。看老大的火龙果没人敢吃，你看了，老大在那守着，他不吃，他就放地下看着，看吗？老大看着，你信不信？老大在那看着呢，就在胳膊肘的那块，他在那看着呢。小狗吃水不让他们吃，家伙，他们太小了，他们几个太小了，不让他们几个吃啊。老大是不是给宝宝留着呢？不是，不是，不能家们，不能让他们几个吃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点名点名啊！来，小老大档子啊，老大在这儿呢啊！大家看着吗？老大鼻子开始变黑了，看见没？之前上面鼻子发白，他现在鼻子开始变黑了，看没，老铁们？鼻子马上变黑了。老大，小老四，老二啊，老二呢？小二，小二，小二，这小二啊，这是这小二。小老三，开饭了，开饭了，老三，开饭了啊，老三这儿呢，那老三，小老四啊，老四蛋子，开饭了，老四蛋子和老五蛋子，小狗什么时候去新家呀？给他们打完第二针疫苗的啊，家伙啊，第二针疫苗。现在刚打完第一针疫苗，老铁们也就是还有一个星期吧，家人们，一个星期，他们是15号打的第一针疫苗这才过去整整号一个星期，知道吧？再过一个星期给他们打完第二针疫苗给他们打完第二针疫苗，咱们就把他们送到新家去老铁们。因为咋呢，咱得保证狗狗疫苗接触成功，接种成功，知道吧？保证狗这帮小狗吧以后不会生病这几个小家伙长得好快，怎么卖小狗呢？怎么卖小狗？咱家小狗的话就剩一个小二了，家们小二我也不打算卖了小二也不打算卖了，小二送给朋友你们有想小要小二的话私信我，家们有想要小二，小二私信我我再挂一个星期，老铁们，小老二公狗公拉布拉多对。小老大有主人了，小老三有主人了，小老四有主人了，老五自己留着，老还有小二，老五和小二，现在有小老五和小二，但老五咱自己留着就他俩了，就剩三个，找了三个主人，然后找了三个主人，好舍不得小狗啊，那没办法，家们，他们长大了都得上新主人家里去都长大了都得各奔东西了，天下呀没有不散的宴席，家人们，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总有一天他们得有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总有一天他们得离开他们的妈妈接受自己的人，接受自己的狗生，知道吧咱们只能祝福他们祝他们狗生幸福，是不是，家人们美好的时光呀那总是短暂的你说他们几个3月15号出生，老铁们，3月15日出生从老大一直到老六但是呢不幸的是什么呢，家人们，老六在中途他就先去王星了老六在中途
啊，他就先去王星了，没办法了，家人们啊，剩下他们几个都得面对自己的狗生啊，谁能说他们以后将来能成什么样呢？谁也说不好，对不对？希望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啊，希望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呵护有加，关爱有加，希望他们狗生幸福啊。声音小点，我声音再扩大十倍他们都不带醒的，咱就是，我就直接这么跟你说吧啊，是不是啊？啊，我声音再扩大十倍他们几个也不带醒的，我就这么说啊，而且他们肯定会一动不动啊，开饭了好不好使啊，一点用没有，家们啊，因为他们知道咱家这帮小狗，他们都知道我在直播，他们都已经聪明，他们都已经学会了，知道吧？咱之前不是有这个监控吗，家们啊，我在临沂的时候啊，我第一次跟他们喊监控的时候好使，家们，我第一次给他们喊监控的时候，从监控里面喊他，我说老四老大他们干啥呢，第一次喊的时候好使，哎，他们都好奇哪个地方响呢啊，紧接着我再喊就不好使了啊，紧接着我再喊就不好使了，再拿着监控喊，你就他们几个聪不聪明吧啊。现在此时此刻为什么召唤不醒呢，家人们？因为他们知道我在直播呢。是不是？可得看住他们，别让他们生了，生了还得卖。母子离别多可怜呢，教育都好。哎呀，我就不想让老大生了，知道吗，家人们？再看咱小猫，再看小猫，小猫也长大了。咱家小猫也长大了啊，小猫的话啊，刚买也没有多少天，再过两天啊，再过一个星期，家们，这帮小猫也该打疫苗了，看着，再过一个星期呀，这帮小猫咪也该打疫苗了啊，也该面对自己的猫生了，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你们几个啊。再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也该面对自己的猫生了，也该去新家了。哎呀，头一回养这么点小猫啊啊！小蓝猫真好看啊，这小花猫啊，这小花猫啊，得给好好洗洗，是不是？吃奶吃的，这小花猫这脸儿埋汰，吃奶吃的，家人们，啊，给他们好好洗洗就好了。他妈妈也不给洗，他妈也不给洗。啊，纯纯的小花猫，老铁们，纯纯小花猫。猫宝有主人吗？猫宝是送人了，家人们啊，送给啊贝贝姐姐、小温柔姐姐、三文八段小老师、彩鹤姐姐、美美姐姐，没有如果加大，是不是，家人们？啊，送给咱家粉丝团的了啊！对，不能洗太早了。我应该是猫咪的话，应该送两只，最少送两只，有可能送三只，但是我要留一只啊！我要留一只，家人们，留一只小猫啊！有可能送两只，有可能送三只啊！因为总共就四只，现在太小了，还不能洗。哎，你说他们怎么这么花呢，家人们？我想知道他们几个为啥这么花呢？他们天天吃奶啊！啊，你看小肚子吃的，老铁们看小肚子吃的，哎，你说小脸咋这么滑呢？啊，你别掉下来啊！你别掉下来了，你掉下来之后，这小牛蛋子给你偷跑了啊！小牛蛋子给你偷跑了，你就见不着妈妈了，妈妈就管不了你了。眼屎擦一擦，你就擦不掉，就擦不掉。你们用那个湿巾，我给他们擦过一回，知道吧？你看这个小猫，你看这个小猫脸就干净了，是不是？这个小猫脸就干净了，我给他们擦过一回。啊，他们吃奶呀，吃东西呀，家人们啊，就是这小猫吧，家人们，这个大猫不一样啊。小猫吃动什么东西吧，狼吞虎咽的，知道吧？哎，吃奶也是。啊，他们现在还不是那么特别干净，知道不会。再一个是这帮小猫，他们不会自己洗脸，啊，要会自己洗脸就好了，他们就干净了。不能吃奶了，该喂点猫粮了。哎呀，你看这小猫会洗脸吗？
这小猫是应该最淘的小猫了啊，这个小猫应该是最淘的小猫了啊，看老大喜不喜欢小猫。嗯，老大喜不喜欢？你看老大喜欢啊，家人们，你看老大不主动攻击猫咪，看着吗，家人们？老大虽然说前两天跟花卷的干仗了，老大前两天是不是跟花卷的干仗了，家人们？但是我们家老大啊，一点不攻击小猫。Seven 肯定也不带攻击小猫的，啊，虎妞也不会，虎妞更不会攻击小猫，啊，老四也不会攻击小猫。三位更不会，三位给你吧，拿回家吧，三位要不要？你不能怼他，三位过来，来，你过来，三位来，不能怼他啊！哎，老大，你看老大，你看，你看老大，老大多有爱，家人们，他知道哪个是妈妈，哪个是宝贝，老大也知道这是宝贝，家人们知道吧？你看前两天人家老大跟花卷子干仗了，但是呢，老大你看没把账算在他孩子身上。是不是啊，老大没把账算他孩子身上，你看看，哎。老大看他呢。老大想闻闻他，哎，你看老大想闻闻他。他说听不听话，这老大是不是可听话了啊，老大咋的了，老大就是产后掉毛啊，家人们啊，产后掉毛，大夫说有点缺钙，给老大做的大生化，做的什么，做的那什么，就是做的血常规啊，看老大缺什么营养，维生素啊，哎，缺不缺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啊，还有各种指标啊，看差不差。老大一点都不差，刚检查完，今天刚给老大检查完，一点都不差，指标一点都不差。老大腿怎么掉那么多？是我剃的，老大那条腿是我剃的毛啊，我明天打算把老大毛全给他剃了他。啊，我跟大夫说了，我说把毛给他剃一剃行吗？他说行，他说不要暴晒就可以。啊，大夫说剃毛可以，但是不要暴晒。知道吧，剃毛的话有助于它的新毛发的生长，知道家们，所以啊，明天我要把老大毛全给它剃掉的啊，就是毛不好的地方，把毛不好的地方把毛全给它剃掉的，其他地方毛不剃啊，头上毛也不剃啊，就是不要让它皮肤保持暴晒，知道吧，但是晒会儿太阳可以，晒个10分钟20分钟可以啊，但是不能暴晒，老铁们啊，对。原先老大一般都会在外面，你看家们，俺家狗子早上6点开始遛，早上6点一直到早上9点，他们会在外面待3个小时。啊，那多难看呢，别给剃了吧，对狗狗还是不好吧。我不给剃的话，老大这样式的你们总问，家们你看不着，老大这样式的总问，知道吧，老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就是啊，给他剃干净之后嘛，家们让他重新自己生长的话，谁也不问啥了。对不对，家们啊，没事儿，我给他穿衣服，老铁们，给老大穿衣服，啥都好了，对不对？咱也不是让他光膀子，是不是？你们不是想看老大瘦不瘦吗？家人们，我把老大的毛全给他剃掉他，你看看老大到底瘦不瘦？俺、啊、家老大今天上秤称多少斤？家人们有没有看着的？老大今天上秤称是啊38kg， 啊76斤，老大现在目前体重是76斤。老大可以剃一下，76斤。啊，给剃一下没事啊。福妞，你看他们不会咬小猫。福妞，三万。那咋吧，小可怜，那咋吧，啊，回去吧，小可怜，啊，没事，回家找妈妈。你看，小猫都会在里面上便便了，小猫都会上里面上粑粑了，啊，小猫不害怕，猫咪不害怕，他们有些人还吃奶呢，啊，一天就吃点奶。那包的奶好不好呢？哎，包奶还挺好呢，啊！
包的还挺好呢，包的。嗯，你包多心疼孩子，看。你看包子多心疼孩子啊，放心吧，儿子。这个孩子最小，嗯，45号怎么卖？介绍一下子呗。45号链接我看什么？嗯，45号链接，45号链接钙片儿，家们啊，60块，60.07一瓶啊，60.07一瓶，咱平时39.9，家们啊，贵了6毛钱啊，现在没有活动啊，60.07啊，现在没有活动啊，活动价是59.9啊。比活动价贵了7毛钱啊，喂食钙片啊，那是喂食钙片，专门给狗子吃的钙片啊，补钙的啊。我们家老大现在就适合多补点钙，知道吧？我赶紧把门给他关上吧，一会儿老大要过去的话，这会儿一会儿老大要过去的话，他就跟包就得干仗，知道吗？就得干仗，赶紧把这门给他关起来。嗯，锁上了。维生素有吗？维生素也是这个链接啊，家人们。微量元素也是这个链接啊，你们直接拍微量元素就可以啊，现在就在这个链接里就是。那小牛大的还没出来呢啊，牛大的还没出来呢，牛大呢？我看牛大的，你打算把我家这裤衩子取回家呀？哎呀我的妈呀，你瞅瞅牛大呢，家人们，你瞅瞅啊，这家里头除了裤衩子啊，这火龙果的皮是你偷的呀，我看看来。啊，苹果谁偷的？火龙果的皮谁偷的啊？这火龙果的皮也是小牛大呢自己偷的吧啊？我不记得我给他火龙果皮这是要当老板呢，小牛这蛋子要当老板呢。你看小石头一点不吃，一点香蕉都不吃，你看他，你看他不吃，他还不给别人吃。你看这香蕉，你看，来了，拿走了啊！三爷过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三爷来，过来，来，你过来。你看他不吃，也不给别人吃。好，小德，小德乖啊，小德乖啊，好好好啊。是谁的裤子？我的裤子呗，肯定是我的裤子呀。那偷别人裤子，别人不得打他？是不是？小牛蛋偷别人家裤子，牛。人不得打他呀，不得打小牛蛋的呀，一个比一个皮大。好了，三位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下方小黄车，待会儿有需要啥的话你们可以拍的啊，家人们，你们想买猫砂的啊，家人们，咱的猫砂14.9一包，想买猫砂的好吧，可以拍的猫砂啊，家人们，家里养猫的，咱家这款猫砂，老铁们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子啊，咱家猫咪一直用这款猫砂啊，家人们，结团速度特别快。想买猫砂的好朋友们啊，14.9给家人们发的是，我把老大关起来，把小狗放出来啊，家人们啊，把老大关一会儿，14.9，5.6斤啊，老大进来了，老大进来，老大来，老大回去啊，把小狗放出来待一会儿啊，看小狗吧，有好多朋友想看小狗是吧，家人们，这帮小狗这两天可听话了，老铁们，贼听话，小狗蛋贼听话。狗真可爱啊，把小狗放这儿来，
猫砂14.9元，5.6斤啊，老铁们啊，咱猫砂啊不爱起灰啊，老铁们啊，也起灰，老铁们也起灰，但是不是特别爱起灰。来，出来吧，出来吧，集合了，来来来。小五啊，这就是小五家们，这是之前不会走道那个小五，现在走道特别利索。但小五我怎么感觉小五是个大长脸呢，家们啊，小五这脸怎么感觉比我脸都长呢啊，是不是家们，你看小五这脸啊，感觉比我脸还长。你看他们，这是小老三，这小老二，那小老四，是不是感觉小五的脸是最长的啊。给小石头洗个澡，我刚给小石头做完美容没多长时间，我告诉你家们，又若想让小石头变得好看，除非把老四送走啊！我跟你说，如果想让小石头变好看了，家们，除非把老四送走。小石头浑身这个毛，咱们刚给小石头做完美容啊，老四天天舔，这刚做完多长时间，老铁们，刚做完多长时间，两个星期有吗？没有吧。逗一下石榴，石榴毛褪色了，它不是毛褪色了，家们啊，这脑瓜子，这脑瓜是被老四给舔的啊，家们啊，这个头是被老四给舔的啊，不是毛褪色了，老四不舔的话一点事没有，知道吧，老四不舔。你干啥呢，明蛙？过来，来过来，离那个明蛙大的远点，过来，来小五，过来，来离明蛙大的远点，离你大哥远点，不跟明蛙大的玩去啊，过来，来太危险了。小老四啊，你是不是没听老四来，没事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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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迷糊不是真咬，我给你家吗，我跟你们说啊，小迷糊不是真咬，知道吗？你看小明能咬他吗？看着呢，小明不是真咬，他还喜欢小狗，知道吧？看，你看小明稀罕他呢，他不能咬他。猫砂14.9元啊，5.6斤猫砂，想买猫砂的好朋友啊，家里头养猫咪的啊，有猫咪的啊，有需要猫砂的好朋友们，可以拍着咱这款猫砂啊，老铁们，5.6斤14.9元给你们包邮，5.6斤14.9元包邮，啊。干啥呢？哎呀，老师，小老师，你干啥呢？你在这投降了？啊？你看小老师眼睛滴溜圆的，看看。小老师啊，啊？不能打仗啊！不能打仗，我看看。跟人家三文小时候真像，真的家伙，跟三文小时候真像，嗯。是不是？嗯，但是过两天呀，他也上新主人家里去了。嗯，小四迷糊，小小迷，小小四也上新主人家里去了。嗯，太好看了。嗯，总咬我，你咬我干什么玩意？你咬我。嗯，丢蟹真好看。你咬我了？你咬我吗？哎呦靠！你也咬我啊？啊？你也咬我啊？他知道，你他知道不咬我，你他知道不咬我，别卖了。他是第一，家母他是第一个定出去的，知道吧？他是第一个定出去的。啊，你坐起来，来坐起来，
嗯，晚上坐起来啊，来坐起来，坐起来。你看这一出，他是第一个定出去的。我发现咱家小狗啊，咱家小狗上一窝，老大生的上一窝也是不是也是第一个定出去的？家妈，老大生的上一窝是不是也是第一个定出去的？对不对？而且上一窝的小老四也是第一个离开妈妈的，是不是？上一窝小老四，就老大生的上一窝小老四也是第一个离开妈妈的，啊？哎，你说家妈长得，你说家妈，你说为什么排行老四的？排行老，家妈，你们说为什么排行老四的啊？家妈，啊？都跟老四长这么像呢啊，为什么排行老四的长得都像老四呢？你们说，老铁们，为什么排行老三的没有像老四的，排行老五的没有像老四的啊？是不是？为什么排行老四的他怎么这么像老四呢？缘分啊。你看老四还不烦他，你看看家妈，老四跟他关系可好了，你看老四跟他关系可好了。嗯，一个儿一个爹能不像吗？那你说其他的狗咋不像呢？啊，这也不是说不像哈，其他的狗就没有这么像，知道吧？哎，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点点亮，家们啊，咱点点亮啊，有想买咱们家的辣白菜的家们啊，东北辣白菜拍一发三袋，家们啊，没有多少单了啊，东北辣白菜拍一，吃啥呢这是啊，这吃啥呢？来小五，咋吐了？哎呀，老四这上火上火上了。老四常年上火的，老四常年上火，别的狗就不上火，又尿了又尿了啊！辣白菜拍一发三包啊，家们啊，想买辣白菜的好朋友可以拍一单辣白菜啊！哎，没有多少单了，家们，东北辣白菜，咱们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啊，家们，明天就可以给大伙发货了啊！你说他那得困成啥样啊？嗯，老四的下眼皮挺吓人，有好多朋友们。有好多朋友反馈啊，讲老四下眼皮这个事儿，老四下眼皮没事儿啊，家们，老四打小就这样的啊，家们，打小这样式，他眼皮也是，老四这个眼皮也是从小就这样式的，行吗？啊，你看着，老四你张个眼睛来，睁眼睛，啊，你说哪个老四啊？你说他眼皮呀，还是他眼皮呀？你看他想看看他爹，你看他想看看他爹，他想闻闻他爹，啊。你爹是公的，嗯，你说哪个家们？你说这小的啊，眼皮吓人呢。坐好了，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哪个他眼皮不吓人吗？这小狗眼皮，瞅我来，他眼皮不吓人，大老四。和大老四长得一样啊！你坐好了，来，我看我这坐好了啊！你坐好了，我看看啊，你俩长多像，来看看啊！我看看，老四，瞅我这儿，老四，你趴这儿来，你趴这儿，就就就就就，咱俩小狗有几分相似啊？啊，缩小版的小老四，啊，真像！你看，都过来，都过来上老四这儿来了，都上老四这块来了。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家人们，咱们点点亮。
老三，毛色也一样，真是一样，98%，98%相似。这些小狗太可爱了，家人们，我也不想送他们上新主人家里去。你告诉我咱咋养啊，老铁们，对不对？我也不想让他们上新主人家，你说咱咋养？这么多狗怎么办？啊？你说养这么多狗得多累呀，家人们，啊？家人们，我跟你说啊，咱养狗吧，是把小狗当成宠物养。啊，家人们啊，咱不是把他们几个当成工具，家人们，你们就觉得吧，咱用后脚跟寻思，来，咱用后脚跟寻思，对不对？你就说狗这么多狗，啊，那还家人们，你觉得看着还有意思吗？这么多狗啊，家人们啊，如果他们始终这么大还行，对不对？感谢经过啊，感谢经过姐姐啊，感谢送来大火箭。家人们，他们从小这么，他们一直这么大还可以。如果他们不这么大，以后他们就都长大了，那还有啥意思了？那不成乱套了吗？那不成流浪狗救助中心了吗？那还有啥意思了？一点意思没有了，失去意义了，啊，没有宠物的概念了，家人们，知道吧？那养的就不是宠物了，那就养的是赚钱的工具了，对不对？没有意义啊，而且生活条件也不好了，是不是啊？卫生条件也不好了，对不对？反倒是对老四、对 seven、对三、对老大他们几个伤害就变大了，是不是？啊，把石榴和小明放在你爸那里，定期发点视频，这边留点新生代，四哥也快老了，生活质量下降，狗也受罪，人也受罪，新主人会创造更好的条件，这话没毛病，家人们啊，新主人肯定会创造更好的条件。老四，不能生气啊，儿子跟你玩呢，这儿子都跟你玩呢，不能生气啊，老四啊，这是小老四，这是小老二啊。老二啊，不能咬你，要不能咬你爹手雷啊，咬手雷不行啊，咬手雷该挨揍了啊。哎，十六找爸，他们最大寿命大概多少年？这个不清楚，家人们，应该是十几年吧，应该十几年。老四脾气不好，卖我多少米？私信我家吧啊，私信三元爹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再给榜一姐姐点关注。经过老铁们啊，来自哈尔滨市一个漂亮的姐姐，家们啊，经过姐姐，感谢送来的大烟花，谢谢啊。辣白菜拍一发三袋，家人们，想买辣白菜可以拍单啊！马上过端午节了，家人们啊，马上过端午节了，想买粽子叶的啊，这款粽子叶嘎嘎好了，铁们，你们放心拍就完了啊！我媳妇给我包了一大锅粽子啊，粽子叶嘎嘎好，而且它不爱坏啊，而且这个粽子叶，家人们，粽香味特别浓，粽香味特别浓，家人们啊，真空粽子叶。家人们啊，14.9元给大伙发100片粽子叶，能包100个粽子啊！一个粽子，我们家包的粽子吧，是一个粽子叶包一个粽子啊，老铁们，而且还给大伙赠送绳，赠送粽子绳啊，14.9元100片啊！这个点咱们家应该啊，家人们，这个点咱家应该会包粽子了吧？这个点是不是有？家人们。会包粽子的话，你们扣一，家们，会包粽子的，啊，你们扣一，啊，会包粽子的好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拍张粽子叶啊，14.9元100片粽子叶，嗯，对，家里头今天打算自己家包粽子啊，这个粽子叶特别好了，兄弟们啊。我们家都给大家伙试过这个粽子叶啊，我媳妇儿
我媳妇前两天包了一大锅粽子，啊，老好了。哎，我跟你说，家妈，这帮小狗吧哪都好，这帮小狗哪都好，我可喜欢把他们放出来了。但是把他们放出来之后吧，他们几个是真愿意尿，真愿意随大小便，啊，又能吃又能喝又能拉，又能吃又能喝又能拉呀，不会包啊，这会儿吃。啊，不会包也没关系啊，不会包的话你可以家里都有会包的话你买给会包的。哎，给妈妈买一单。哎，妈啊，今天咱是不是包粽子？你看他们都两小时了啊。你看着啊，咱们两小时。小狗反应快。这沙发都是小狗咬的，小狗拆的。都把这帮小狗送新主人家，再把这些小狗啊，家人们啊，都送新主人家里之后，我再打算换个沙发，家人们，这个沙发实在是不堪入目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拍咱们家这个沙发，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拍咱家这款沙发，老铁们，原先咱家这个沙发多好啊。可以说三爹养狗养这么多年，家人们，这个沙发是我买的最好的一个沙发啊，纯皮的，家人们，皮沙发啊，我养狗养这么多年买的最好的一款沙发，到现在啊，家人们啊，已经进入低谷期了啊，沙发也有它的高峰期啊，现在也是低谷期了啊，这沙发算是废了，老铁们啊，再换还得这样式的，再换不这样式的了，不换啥，不换黑的了，家人们，黑的不扛埋汰，黑的不好啊。再换的话，我想换一个白颜色的之类的啊，换一个别的颜色的啊，可不能这样式的沙发了，家人们啊，狗能躺着就行，再坚持几天，就是等他们几个全送新家之后了，行吗？啊，我把沙发换个新的。这沙发不，我跟你说，皮沙发它不扛挠啊，家人们，真是不扛挠啊！我那天我看着一个，家人们啊，芝华士的沙发，家人们啊，二手沙发，家人们，二手沙发2000多块钱我就能拿下来。家人们，二手的芝华士沙发，我去一看，你猜啥样？家人们，那沙发老软了，那摸着你手感老软了。家人们啊，我都感觉那沙发，家人们啊，那你家狗上去跑两步就能跑坏的。那实质上那沙发肯定跑不坏啊，那沙发太软了。买到家我估计也是废，买到家我估计也是废啊。那皮面，家人们，老软了。他们家沙发住了5-6年。啊，他说住了5-6年之后吧，家们啊，卖房子了，家里就往外迁了，知道吧？沙发不要了，知道吧？房价卖不上价，把家里的家电啥全卖了他。啊，我一寻思沙发拉倒，咱别要了。啊，沙发套，你看多厉害，你看他多厉害，你看。非得把老师省心眼呢，老师哄孩子多少玩，你看老师哄孩子好玩不？小狗多少钱一个？私信我家们啊，想买咱家小狗的好朋友，待会儿私信我啊。嗯，咱家东北石板大米，家们想买大米的啊，东北石板大米58块钱10斤啊，58块钱10斤东北石板大米啊，产自咱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啊。Seven， 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 ，Seven 呢？啊？
开饭呢？吃饭，吃饭呢？你要要啥呀？我兜里啥也没有，你想要啥呀？三阳怎么了？三阳不知道，没事。虎妞，拿来，虎妞过来，裤衩子给我拿上来。别人这裤衩子算是废了，真的，刚洗完的，还没干呢。哎，气人呐！裤衩子都给你拆了，你说再帮我啥不？三个给我来，给我脱了，脱我手里的三个来。卡了没事啊，我不能走出这个屋，我一走出这个屋他肯定卡。大米58块钱十斤啊，家们，想买咱东北石板大米的东北特产啊，家们啊，咱家这个大米是咱东北特产啊。那小狗，走。小虎蛋子，脱！小虎，谁抢过来？上来，真棒！咱给爸，给爸，给我过来，给我来，上来，给我拿来，给我拿来！咱真听话，给我，咱给我，咱你给我三个来。小明啊，三个脱，三个，三个来，来脱，给我来，好宝贝，好宝贝啊！三个真听话，你看三个多听话，家吗？说给抢过来就给抢过来了，啊？到新家大狗不愿意了，说送到新家大狗不愿意了。你叫 Seven 啊，我撇这里头来。今天啥也没给老大煮啊，啊，啥也没给老大煮。这个大米买过很好吃。香啊，咱这个香米啊，啊，香米。焖出来米饭老香了，家人们。啊。哎。老大咋样了？我给你们看一下，今天得给老大做的检查了，老大一点事没有。老大可以说非常健康，啥事都没有，家人们。啊，跟我预估的是一样的。啊，前两天我也问过人大夫，知道吧？我问过大夫的时候吧，人大夫说没事儿，知道吧？他这就是产后啊，产后掉毛，知道吧？老大，你看家吗？啊，维生素什么也不缺了，你看什么？全部都是正常值，这维生素全部都正常值，看着吗，家们？啊，铁、微量元素，家们。微量元素也都是正常值，除了有点轻度缺钙，家们看着吗？轻度缺钙啊，家检测结果 2.4 啊，参考范围 2.4 到 3， 看见吗？参考范围 2.4 到 3， 这是轻度缺钙，老铁们， 2.4 正好在缺钙的边缘上，正好在缺钙的边缘上，知道吧？啊，检测报告啊，周先生，这是我们家老大。宠物姓名老大啊，给老大做的检查。2023年5月21日今天啊，今天做的检查，老铁们。啥事都没有啊。老大这个缺钙，家人们啊，老大这个缺钙也是啊，慢慢就好了。干啥的迷糊啊？那是你家吗？啊？那是你家吗，迷糊？啊？回家，上你家去，滚出去！那是你家吗？那上人家翻跟头，你家里翻不开呀？啊，迷糊，出去，出去，去！你家翻不开呀？回家，走，去！这不是你家，你出来，出来，出来。
你看你又赖人家不走了，又喜欢人家了。你说你吧，小迷糊，啊，咱们我之前是不是说过小迷糊啊？只要小迷糊相中的东西，那早早晚晚是小迷糊的，你扯都扯不走，啊？走走走走走走，你看他不走，我作证大家翻不开啊，小迷糊蛋家里都翻不开，翻不开跟头。迷糊今天真叛逆啊，谁到了小迷糊今天是太叛逆了，真的呢。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老铁们咱们点点亮，咱点点亮。你们有需要啥的啊，下方小黄车大家伙可以溜溜的啊，家们啊，罐头又想买罐头的好朋友啊，我今天给他们拌罐头吧，好不好，家们今晚给他们拌罐头吃啊，咱家古瑞德罐头29.9元给大伙发6罐，老铁们迷糊想不想吃罐头啊，迷糊29.9元给大伙发6罐罐头，狗子嘎嘎喜欢吃，家们啊，今天拍咱们明天就能发货，老铁们啊，6罐啊，今天咱们拌罐头吃。吃饭了啊，小狗宝都送走了吗？没有，现在没送走呢啊。哎，大罐肉，家人们，大罐肉啊，满满登登一大罐肉，含肉量60%啊，其中鸡肉50%啊，鸡肝10%啊。有牛肉味的啊，牛肉和鸡肉味的，牛肉是牛肉啊 50%, 鸡肉 10%, 知道吗啊，想买罐头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拍单啊，大罐肉375克一罐，拍一发4罐，老铁们拍一发6罐啊，六罐包邮啊，6罐包邮，好了，三位听话啊，来吃饭了，来吃饭了啊，有尿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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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鱼呢？我家的鱼早就没了，我家那个鱼啊，我家那鱼早就没了，这鱼之前的鱼指定是那鱼太坚强了，家人们，那鱼在咱们家我第一天养鱼的时候第二天就死，我总共哎我那天买了几个鱼，家人们，我是不是一共是买了7只鱼，养鱼是不是都养单儿，家们，养鱼是不是都养单儿？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养了7只鱼还是9只鱼？养单儿还是养双？养单儿吧。我养了7只鱼，当天就死了6个。一样吗？这个罐头和上次那个罐头一样吗？一样的啊，家们啊，都是大罐肉，都是大罐肉，一样的罐头啊，啪一发6罐。我当天我养了7只鱼啊，第二天就死了6个啊，干们，紧接着他们紧接剩最后一只鱼在咱们家待了一年，在咱们家待了一年，养了一年鱼，这个罐头和上次的罐头一样的，家们啊，29.9元6罐啊，哎呀，明天直播，明天直播该给老四啊，给腐妞洗澡了。明天白天直播给老师，这谁拉的？小五拉的，跟腐妞没关系，三万。啊，过来。啊，拉了。是水质的原因吗？不知道水虫原因。啊，你看也有打氧的东西，家人们。也有打氧的东西啊，也是什么东西都有，知道吧，快来快来，这小五咋这么能拉呢啊，起来，我养了10条鱼，9条没了，就剩1条养到现在，这不跟我一样吗，家们啊，我估计是啥，家们，氧气不足的原因，我感觉啊，他有意志坚强的，知道吧，
有一只坚强的，它有一只活，家人们啊，它这只就能活老长时间了，跟我上次养的鱼一样啊。我上次养那个鱼也是，家人们知道吧？啊，养了七只，死了六条，一条剩下最后一条养了一年。来吃饭来，我一说吃饭，你们几个就拉，真的了。我不说吃饭，你们谁也不拉，还有没有拉的啦？又养鱼了，还有亲家啊，我亲家啥时候来的？没看着呢。感谢我亲家了啊，剩下应该送大烟花是不是？啊，家人们给我亲家点点关注啊，至高无上的榜一，老铁们，至高无上的榜一啊！你们想看老四的爸爸啊，家人们啊，想看老四的爸爸啊，你们可以给榜一点点关注啊。榜一是老四的爹，老四的爸爸，家人们，啊，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说吧，你说吧，你瞅瞅吧，啊，我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呢，啊，一号麦啊，家们至高无上的榜一，老四的爸爸 ，Steven 的老公，老大的爸爸啊，然后呢也是。哎，榜一啊，待会儿我可以关注一下子，老铁们啊，可以关注一下子啊。他们家天天白天直播，榜一比姥爷小一辈儿，榜一比姥爷小一辈儿，妥哥，你们管叫妥哥，管我叫姥爷。其实吧，我俩是一样的啊，他家巴顿和俺家 Seven， 他俩是啊，他们二为结尾的夫妻。啊，我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呢，家人们？从巴顿和 Seven 的角度，知道不？我们家 Seven 和他们家巴顿这两位新人，我是这两位新人的两方家长。啊，好了，回家。快来快来进来来开饭喽。不行，他们进不来，他们现在不上当，他们几个现在不上当，我得一个一个抓进来，老铁们快来，小老拉啊，我得一个一个抓进来才好使啊，来，我得一个一个抓进来才好使。哎，往哪儿跑，老二？嗯，往哪儿跑？嗯，往哪儿跑？小老三，小老四跑最快。啊，小老四跑最快的，挺重了，老重了。现在，我估计啊，现在又有十七八斤了。来，快来，轨道，轨道啊！嗯，别扔，往哪扔？哎呀，太沉了，他们几个太沉了。我先拿粮去啊，拿狗粮去。哎，手机支架也没拿，我手机哦，今天没用上手机支架。今天竟然没用到手机支架了，我给他们几个，等我啊，家人们啊，快来，好了，不能打仗啊。
好。你干啥？你干嘛？别动啊！这公屏要是能发语音，我们都能叫毛孩子们了。他能发语音呢？这个应该是能发语音吧？哎，我记得好像是以前能发语音呢。这不是应该有特权？这个应该有特权能发语音。来，坐好了，来，好了，坐好了，来。先给他们放罐子，给他坐下。不许动啊！一人放罐啊！不许动！
一人半块罐头啊。三幺你坐下，三幺小明你坐下。三幺坐下，三幺坐，你看这家伙，谁不许动啊！不许动！就这些啊，不许动啊！不许动！哎，坐，石亮，坐下！一会儿，谁也起来的？站开呀！老子开呀！谁也起来的？啊？添水啊！各位各位，坐下，坐好了，坐下，不许动，谁也不准吃，自己吃自己盆啊！这石榴的，小明的，三幺的，是你的。这老大盆啊，老四这是你的盆啊，自己吃自己的啊，谁也不许抢啊，吃离你最近的盆啊，一、二、三，又给我，大家们又给我留了一盆啊，是不是？又给我留一盆吧，啊，是不是又给我留一盆？啊，咱家出售拉布拉多犬吗？咱家小狗只剩一个小公拉布拉多了，家吗？只剩一个公拉布拉多，你们想要的话私信我啊。公拉布拉多就剩一只了，咱家这个罐头了，你们啊，想买罐头的好朋友们啊。罐头是29.9元六罐罐头啊，29.9元六罐。啊，私信主播啊，直播间不谈啊，家们啊，不说价格，老铁们，私信主播，想要的话你私信我就可以了啊。哎。嘎嘎行，想买这盘狗粮的老铁们啊。咱家狗吃的狗粮，老铁们，咱家狗吃的狗粮在下方小黄车第十号链接，20斤冻干五拼粮啊，20斤的冻干五拼粮，然后呢是199米，家人们，199米，20斤冻干五拼粮啊，嗯，狗粮不吃包退啊。有没吃到肉的？不可能没有吃到肉的。跟你说，不可能有没吃着的。啊，就咱家这方狗粮，咱家这个狗粮还需要肉吗？老铁们，你就咱家狗粮还需要肉吗？啊，看不着？这狗粮还需要肉吗？没有肉不也一样吃吗？啊，我跟你说，咱家这方狗粮就挑食的狗都愿意吃，知道家吗？因为它这款狗粮含肉量本身就高，35的含肉量，鸡肉，鲜鸡肉，不是肉粉啊，老铁们啊，不是肉粉，是鲜肉，啊，家们，鲜鸡肉，不是鸡肉粉，老铁们，鸡肉粉那玩意啥味没有，知道吗？鸡肉粉纯就是啊，把鸡肉冻给做成冻干，磨成粉，知道吧？那是鸡肉粉，知道吧？咱家这是鸡肉，
啊，里边啥玩意没有，就光狗粮他们就嘎嘎喜欢吃，知道吧？家里的狗子不爱长肉，吃不胖啊，家们吃不胖乎，不爱长肉的啊，都可以吃咱这狗粮。哎呀，你就好好吃吧，啊。你总冲他喊啥？你总冲你儿媳妇喊啥？他总冲他儿媳妇喊，啊，塞万的可瞧不上他儿媳妇了，啊？你可瞧不上你儿媳妇了？你儿媳妇哪对不住你了？啊？这气性可大了，我发现你嫌弃儿媳妇太能吃了，那也不是你自己挑的儿媳妇吗？啊，你看儿子，你看这样，你三，你看三月对他儿子就不那样似的，你看，家人们，三，你叫从你，你从你姑娘叫唤他，三吧，三吧，你从你姑娘叫唤他，你看看，你看老大，你看他不冲他姑娘叫唤啊，这老大是老大是三月的姑娘，你看三月就不冲他姑娘叫唤，啊。当公公的巴顿是狗，三分之婆。巴顿是狗，三分之婆。知道远近。你看对迷糊也没事，你看对迷糊也没事，看见没？对小三月对小迷糊也没事啊，对小石榴也没事，对小迷糊也没事啊，他就专门针对俺家大腐妞蛋子。你看人家腐妞蛋现在都瘦成啥样了，塞万，你看你儿媳妇都瘦成啥样了，你看这，你看这狗子多瘦，塞万，你看你儿媳妇多瘦啊，塞万，你看你儿媳妇多瘦，屏幕都快装不下她了，你看看屏幕都装不下她了，你这人多吃点能咋的，你说腐妞这腰才多宽，咱们看一扎两扎宽，看见没，腐妞从这个头，我一扎刚到头，刚到这头，看了吗，看吗，两扎宽，三，你看你，你看这腐妞，你看你在吗，咋，你看你这儿媳妇都瘦成啥样了，这还欺负儿媳妇呢，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点点亮啊，家人们啊，想买狗粮的家人们，想买狗粮的好吗啊，狗粮199米啊，来自咱们家冻干五品粮，了解吗啊，来自咱家冻干五品粮啊，199米，想买狗粮的好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拍那口粮啊，老师吃饱了往旁边一躺，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咱家腐妞有宝宝没有啊，腐妞蛋子，腐妞蛋子没宝宝啊，咱家腐妞现在没宝宝啊，干啥呀？我那瘦吃真干净啊！第六号链接，第十号链接，家们啊！你们想买小袋的话，小袋在第十一号链接吧。小袋狗粮在第十一号链接啊！啊！小迷糊蛋子，你要敢把罐头瓶子拿回家去
操你哥的小迷糊蛋子啊！给我吐了！你要小心点！吐了！牛啊！你敢把大肉块拿回家你试试？吐了！急眼是不是？小迷糊蛋，你给我急眼是不是？啊？这玩意能往家里拿吗？迷糊蛋子啊？这个里边是空罐，不能吃了。喂，迷糊，你敢回去试试？你现在就给我吐了啊！别让我抓现行，到时候我揍你啊！迷糊，你现在给我吐了，空罐。空罐嘎到嘴皮子了，我看你能挺到啥时候，我就不让你拿走。来，来，吐了，划着你嘴了，迷糊，知道吗？你这样可不行啊，嘴该受伤了，划坏了，老爷都是为你好。啊！你别等你姥爷动粗啊！别等我动粗，知道吗？啊！识时务者为俊狗，知不知道？迷糊，听没听过一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狗，听没听说过？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拿来，啊，我一拽就我这么一拽能不能给拽坏了，我这么一拽能不能把嘴皮子给他拽坏了，我看看。我分析一下子啊，这个牙是怎么咬上的啊？这么是大牙，这么是小牙，我感觉我这么拽一下子应该不能给拽坏，是不是？这么是这两颗牙，下面是一颗大牙，我使劲拽的话，顶多卡牙上，也不可能拽肉上，是不是？啊？啊！哎呀，完了！这回可拿不出来了，我操！这回可拿不出来了，这卡上了。迷糊蛋吐了，来，真气！那让吃去吧，让吃去吧，别给抢，抢过来他不给你，知道吗？抢也白费。啊，大嫂，我给他吧，给他吧，别整他了。这要是抢，把罐头瓶子抢坏没事儿。他能拿下来吗？看看，拿下来了。收盆，下播，小迷糊下播挨揍。欢迎家人们啊，罐头29.9块六罐，家人们想买罐头的可以拍单罐头啊，29.9块给大伙发六罐罐头啊，下方小黄车啊。然后咱们家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啊，我下播了，家人们啊，我该遛狗去了，狗上车该遛狗了，小狗也该遛，大狗也该遛了啊，早点休息啊，家人们，谢谢大家，咱们明天见，家人们明天见，明天白天播啊。明天白天给大伙播，家人们啊，谢谢大家啊！明天该给他们几个洗澡呢，
腐妞，咱们明天重点洗腐妞啊，然后是小迷糊老四，明天只能洗两只狗，咱明天定啊，应该是洗老四和腐妞他们俩啊。拜拜家人们啊，拜拜啊。拜拜家人们啊，谢谢家人们，拜拜，明天见啊，明天见，拜拜。拍完再下，没看够，我不能打小迷糊，我打他干啥呀？他不懂事，我还能不懂事啊？对不对？他咬我一口，我还能咬他一口啊？是不是？对不对？是小迷糊心里没数，我心里还没数啊，对不对家人们啊？啊，你分清是非呀，对不对啊？小迷糊也是个，谁就谁对你好不知道吗？小迷糊，小迷糊我就问你呢，谁对你好你心里边啊，对你越好你越咬人，你要看什么？家人们，小迷糊，你有本事欺，你有本事欺负老四啊？啊？你欺负我干啥呀？对不对？谁对你好，你他妈越欺负谁，是不是你？啊，一点一点一点不听话，啊，不记人好。其实小明这种狗吧，它不记人好，知道吧？一点不记人好，白扯，家人们，啊，那小明那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知道吧？他那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啥也不是，裤衩呢？裤衩他也偷，啊，谁对他好他妈咬谁，谁对他好他偷谁东西，裤衩他也偷，拖鞋他也偷，啊，啥也不偷吧？拜拜，家人们。啊，就欺负我，他不欺负老四呢，他害怕老四。拜拜，家人们。